是 Carol， 今天是我跟我朋友去怡保的第一天，我们现在在 Ratanapuram。前面这个就是我的朋友，非常专业的 YouTuber， 拿着一个 Osmo 的 Stabilizer， 喂，跳到人纸哎，大概是1.7km， 你这个跑到一看到 Highway 的，哦，可是里面不过有人带不要紧了，没有人带的话很危险的。因为下雨的话，不然要水深。对对对。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山洞了，Ratanapuram的山洞。哇，里面的灯光应该是很够的，所以连照相机都看到很亮的地方呢。用肉眼看的话是更加亮，这里这里基本上是不用怕会很暗，因为其实都很亮，因为有很多灯。可是我们买的tour是一个 dry course 的tour， 所以我们走到的地方都会比较亮，然后听说它里面有其他的 course 是 wet course 的话会比较暗。其实这里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，可惜我是跟一个男生来，一点都不浪漫。我以为这个洞会很凉爽，可是你看我的汗，里面是超级的狗，很热，然后而且又要上很多楼梯，很多很多楼梯，然后又要下又要上又要下又要上。哎呦！现在来到一个 wind tunnel， 耶，可以去吹风了呀。现在在 wind tunnel 里面，不是开玩笑，这里真的是蛮凉爽一下，然后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wind tunnel 真的蛮凉的，我不懂它的风从哪里来。我们终于来到了 platform 5， top of the world， 然后现在我们的个 course 就结束了，我们要走路回去了。然后这里超级多人在这里拍照。我们终于走出来了，花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们来到我们的下一个景点，那个 Kelly's Castle。哇，你小子哎！是。跟我手一样大，是吗？现在在 Kelly's Castle 里面，嗯，很美的 Castle， 我也不懂有什么东西好看。很多那种破破烂烂、破破烂烂的这种，这种石墙啊，是很好拍、很好拍照的地方。啊，这个走，这个走廊影哎。哇，这个shot很美哦。很大很大的一个交通圈，哎呀 sorry， 喂，我们刚刚玩了 frisbee，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了。
这里开灯。谢生命。很假。Look at this 手黑，你看那个手黑，我不要拍到你手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应该是到了，没有东西了，这样罢了。哦，这里还可以继续上了。OK，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先。这里是三圣殿，应该是没有开啊。是另外一条下去的路，不懂会通去哪里。我们现在先继续走上去，我们现在应该在半山吧，继续走上去山顶，霹雳洞的山顶。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山顶，我也不懂这里是不是山顶了，可是这里是这个楼梯的最 top 的地方，能上到的最高的地方。这个山很高，不懂是什么山，望眼看去最高的山就是这个山峰。我们刚才找到一条路可以上到更加高的地方，可是这里的山非常的低，一低的话就完蛋了，很斜。这里应该是上去山顶了啦。你有事吗？没有事。你把你掉下去，我不能救你啊！真的。没事。我以为那边是直接跌。二三斤啊！
吉巴真的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城市。360度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山的。拍不出到底有多斜，但是是非常的 steep， 要用手爬上来，应该有60度，加油。我讲话，我应该不会讲话，可惜。